东区永远不缺新东西，像死灵的针脚，你永远不会忘，是一个吃不出素味的素脚，吃出棉花糖般的口感，好香哦，欸，好香哦，我觉得这家有特色，就是看上去都其貌不扬，但吃上去好好好好吃。随便找一间我看起来觉得很好吃的店去看。这条街就是台北东区很有名的小店街，一些很特色的料理都在这边。如果你知道这个地方的名字啊，你就是有一点年纪，所以先不要讲你知道。我们现在来东区顶好名店城，它是一间名店，但是它却开在以前很 popular 的百货公司的一楼，它开了20年，名字也妙，叫紫菱。这家店你一定要知道，讲起来好心酸，现在只有老人才提东区是吗？哎呀，管他的，总之哦，东区是台北人的回忆，在信义区还是荒漠的时候，西门町衰败的只剩怪老头时，东区就是那个最亮的仔。我为什么点这么多？我告诉你们，来紫菱就是要点这么多好吗？我第一个是这个花束蒸饺，看这个颜色你就知道它这是手擀皮，裙带的部分是特别的薄，真的没有肉，它里面啊那个扎实的饱足感，它是用韭菜跟那个蛋，我说实在，在卖相看上去，其实在荧幕上有点干干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吃下去不一样，它其实是很湿润好吃。你的酱油一定要加醋，好不好？该怎么说，东区永远不缺新东西，但紫菱的蒸饺你永远不会忘，是一个吃不出素味的素饺，极致蓬松，吃出棉花糖般的口感。也有人说住东区啊，不吃鼎泰丰就是这个原因，因为吃紫菱就好啦。牛肉卷饼基本上也是来必点啦，你只要来啊，你晃一圈啊，看到很多人桌上都会有，外带内用都一样。在台北啊，很难想象有一些什么好吃的卷饼能够提得上号，我觉得就是紫菱。它的牛肉很大很扎实，你刚刚你走进来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很多师傅都在现用，不管是锅贴啊还是饼皮在揉面，就它全部都是手工做的，所以你看它的不是只有肉扎实哦，它的饼皮烤得很酥脆，好香哦，欸，好香哦，我觉得这家有特色，就是看上去都其貌不扬，但吃下去好好好好吃。请容我为自己的形容词道歉，只能说东区最不缺卖相好吗？要认实力，这卷饼每一个环节我都给满分，欸，这味道不是说以前没吃过，但就是一个以前很常见又很久不见的味道。没话说，我个人是一个超级爱吃炸酱面系列，不管是加麻酱加肉酱我都爱，它的酱料很到底哦，很香很香 Q， 但是他们的面啊，本来是要说真的原本看上去不怎么样，但是拌完之后啊非常的香，所以你在嘴巴里面你会吃到三种不同的口感。这碗面啊90块不输鼎泰丰的水平，道地的炸酱香可以说是完全避雷的一间店，平心而论啊，正面换家店啊贵一倍都会有人买。其实这个 PD 说必点，然后我刚才就说啊，小米汤我没喝过，他不会喝起来像米香啊，他说不会就点啦，啊，好那我就点，我来喝喝看。很清淡的一道菜，但是刚刚阿姨跟我说要加这个，很难想象耶，你小米粥为什么要加糖啊？这有看《甄嬛传》的人都知道，现在这个手势啊，就是皇上喝汤啦，皇上，这帮您品尝，来先吹，哎，完全是不同东西哎，它变甜汤，哎，它变甜品哎。没有小米粥的北方面食，我敢说那绝对不地道。它是种指标性的存在，看似平实无华，吃法却大有学问哦。除了加盐加糖变化咸甜的口味，这小朋友很喜欢。小时候看着长辈吃会加醋，说可以开胃，沾着饼配着蒸饺，五花八门都有啊，可甜可煞，可以说是整间店的灵魂。今天点了一桌，我今天就当一个彻底的道地的紫菱人好吗？叫我紫菱人，香气真不得了。你看我嘴巴口水一直分泌。没话讲，他们家面条真的好吃，味道不一样但好吃，入口即化，入口即化。你知道牛肉这种东西，牛肉本来就是很扎实的肉，你要把它卤到入口即化，不是在你嘴巴化掉，你不是没有口感的，是你放在嘴巴里面，它的那个牛肉汁跟肉的部分，就这样在你嘴巴有点微微的化开，然后你咬个几下，你不需要怎么吃出力，你就会吃到那个牛肉块的精华。点这碗面完全是看当天的饥饿程度来定，因为选项很多，通常是非常饿不翻车的店就是如此随意。满街的锅贴店啊，是台北特色。我个人对于锅贴的要求很高，外表好看，但如果你内心是个坏心肠，就不对了，对吧？来，你们自己看，有看有真相。你光看这个肉的色泽鲜红，你就知道他们家绞肉。是现做的，他们的锅贴啊，我爱加醋，有一种酸爽脆香的口感，很赞。是要选出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， 绝对是大卷饼牛肉莫属啦！三个男生吃超饱，竟然只要550元，别说在东区物价了，这整个市区都是超高 CP 值，好吗？如果你是一个刚在一起的情侣，然后如果你男朋友带你来吃这间店的话，他没有什么诚意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们已经交往很久，或者你们是老夫老妻，我觉得紫菱会是一个。你们很常来的选项，因为其实
你点两样菜，两个人基本上就可以吃得很饱。然后教大家一个小 tips， 就是如果你男朋友带你来吃子岭的话，你一定要说你没吃过，然后要反问他你上次跟谁来。反正就是一个小小的心机啦，因为子岭真的就是一个充满台北人回忆的名店老店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了，拜拜。